我婆婆还有我大哥他们明天就要到了，来过圣诞节。我们现在呢还有最后一些东西要去准备，其实要准备的东西还是很多，而且家里还有很多活要干，卫生间都没有去好好的洗一洗擦一擦。时间真的是有限，我们出个门三个儿子还要再吵一架。 I want to see how tall is the moon. 肯定长高了很多。好了，走了走了，出门了，等他们来了我们就去带着他们一起跟圣诞老人去拍个全家福。开心爸，我们今天要买什么来着？要买一个洗澡的帘子，对不对？楼下卫生间还没有帘子，还有什么？哎呀，还有好多人的礼物还没有。我们今天还要去囤肉，上一次没买肉，今天去买多一点肉。其实某一些礼物也是要买的，但是为了不剧透啊，我就不去具体拍了。统一在圣诞节早上来看我们一起拆。星星，你今天穿的衣服真好看。哎呀，今天我们对吧有点小，找不到星星的号了。对，踩一脚。哎呦真好看，这个星星自己选的，星星没他的码呀。开开的找到了，给大家快速扫一眼我买的礼物。有很多礼物是小狗的。行，开开就买这双了哈，拿走结账去。星星你就这双吧，这双挺好看的啊、妈咪也喜欢，穿的舒服，对不对？嗯，跑步跑得快。开开你的消费真高，这是开开点名要吃的，买了两个。来，我们先把手喷一下，来一会儿喷完手再吃。哎呦 sorry， 喷完手再吃知道吗？来吃吧，快拿。我们今天买礼物买了500多块钱，就是一部分的礼物吧，因为家还有一部分已经买好了，然后取了点现金给我婆婆，不知道他喜欢什么礼物，现金肯定是喜欢的。你要这样，你要舔一下口水。7、8、10、20、33，你数完钱之后还是把手消个毒吧。你看都吃完了，好吃吧？开开心心，你们在车里跟爸爸坐好了，妈咪自己进去买菜好不好？带上你们去买菜，还不知道买到猴年马月呢。啊，妈咪快一点，知道吗？这个超市就感觉没有除了菊花以外的花，这什么花？假的。开始囤肉。Wasabi。囤果汁。啊，这么一盒将近12美刀。下面拿牛排。偷偷到边上来拍，这里是牛肉，我买了10块牛排，10块整整，人太多了，我们10个人过圣诞。我再买只鸡，哎呦，全是肉。我再拿2盒这样的大鸡腿，2盒鸡翅。好久没有喝汽水了，来一盒。你拿2包培根。这个叫什么来着？早饭吃的薯条。这样买肉是不是有点夸张？牛排买了10块，有鸡肉、鸡腿、猪肉，我的天！其实还好吧，毕竟10个人呐。我不想再买了，我要结账回家了，家里还有好多事情要做。让你们跟着我，一个人的效率高多了。你猜一下这些东西我花了多少钱？250吗？有。其实这么些我也以为250，但是它不到200。加上油了是吧？看我的手机它又卡住了，又只能强制关机。现在还是下午4点多钟啦。对，我刚才手机卡了1个小时，现在发现已经4点半了，然后我们回去还好有点时间可以去干一些别的活。现在大哥大嫂呢还有我妈呢，他们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Do you know when they're gonna be here？ 大半夜啊，所以今天晚上就得准备好啊。他们不停啊，不休息啊，那到这儿不得凌晨睡着了一个。但是今天晚上我们应该没办法早睡，我算了一下时间，他们应该是半夜1点钟左右到，可能是。然后我们晚上呢要收拾完了之后就要开始包礼物，在孩子睡着了之后包礼物，在他们来之前把这些礼物都藏好了，也不能给他们发现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开心爸太厉害了，
他把楼上全部都吸尘器吸了一遍，打扫了一遍，孩子厕所哪里厕所全部都弄了一遍，然后包括今天干了不少活。哎，我真的是，我忙完了弄完了视频，我转个身都好了，太厉害了，开心爸，我去表扬表扬他。开心爸爸你太厉害了，家里都弄干净了。现在你还要拖地吗？厕所啊，辛苦你了，开心爸太厉害了，你不是忙得太辛苦了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干活了，今天一会儿还要，孩子们睡着了以后还要去包礼物。这两个呢就是给开开心心今天买的鞋子，我就不包了，这包的话就会太明显了。这两双鞋子，对，这个应该是圣诞老人的，然后买了一些七七八八的，这两个碗具是送给朋友家孩子的，然后呢这个是送给我大嫂的，我提前拍了，它是一套香水，我提前拍了是因为我担心我大嫂不好意思上镜。然后给狗狗买了点玩具，因为我大哥大嫂家的狗也来。然后这个是给就是开开心心的小妹妹买的两样，这是开心爸爸挑的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些之前买的，看看这里塞塞那里塞塞，还给开开心心在网上买了两个台灯。这里的礼物其实只是一小部分。你这个也搬上来包啊？好吧，把门关关好，一会儿被开开心心吵醒了，来开门全发现了。这给我婆婆的零花钱就比较好包啊。干活吧，乱七八糟的，还有几个行李箱，期待一下哪个幸运儿会收到它。开心吧，挑战来了，这个包不下，包两圈吧。这个包的好丑啊，然后我们再贴上这个名字，抓紧一点时间，这个包的，看我这包的，这哪来的都不知道。就有时候边包礼物边想到收到的人打开后的惊喜，其实也很开心的。哦，包不动了，我先睡觉了。开心爸还不知道包到猴年马月呢，再说吧。今天是第二天的晚上了，忙了一整天。昨天他们是半夜12点还是1点到的，然后早上一大早呢我就起来忙了，做饭呀各种，到晚上才想起来要跟大家说一声。他们家狗啊，大哥大嫂家狗。行了，就不跟大家录太多了，下一期来看我们拆礼物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